Onlylady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INTO1。Hello， 大家好，我是 INTO1 Patrick 尹浩宇。Hello， 大家好，我是 INTO1 周柯宇。今天来到Balmain是很开心的，然后我之前去看Balmain2022的春夏秀，他们衣服特别特别好看，然后我就很喜欢，因为那个秀就是 Olivia 的十周年，对吧？是十年的 anniversary， 然后他的衣服却很有意思，就是不是只有时尚，就是他在他们时尚背后就有 like。有故事，就是有灵感，有音乐灵感，对，就很喜欢。然后今天很开心可以去他们新的店，对，然后就期待去看很多很多好看的衣服。很开心这次可以和派派一起来到这个活动，然后因为我们两个平时私底下很喜欢这个牌子，然后我们之前在舞台上也经常会穿 Balmain 的衣服，然后今天呢也是听说了恒隆这家店已经开业了很多年，但今天是一次重装的开幕，然后很隆重，所以我觉得能够请到我们两个人过来这边来参加这一次的重装开幕也非常荣幸，很开心。嗯，应该是我们 INTO1 的一次晚会舞台上面，然后当时我记得我穿了一个不规则裁剪设计的一个西装，然后我当时就对那个印象很深，对，因为给我比较直观的感受是那件衣服它不影响我们去舞台上面的动作以及我们的表演，同时它也有很好看的外观，然后我当时就对Balmain的西装外套有比较深的印象。我第一次应该是在创作营2021的总决赛的时候，对，然后我就穿一个 Balmain 的 monogram 的西装，然后我觉得很适合豆豆的舞台，很喜欢。我觉得是珠片刺绣，因为这个有很多的珠片，比如说今天穿的就是一件排扣的一个丝绒西装，然后它有很小小的细节，我觉得很好看，那个小小的 bling bling 的元素就是 Balmain 的一个特色，对，我就很喜欢。一句话形容今天的穿搭，我觉得就是今天穿的其实是一种比较类似军装的服装，然后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气场的一身搭配，然后就包括它这样的绿色，我觉得一直挺符合就像 Balmain 说的 Balmain Army 的那种感觉，嗯，我觉得很有气场。我觉得应该是就是 Balmain 的 bling bling 的这个元素，就是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衣服就是这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然后这个其实很适合的我们在舞台上穿还是去拍摄。我其实比较难忘的元素还不是就我今天穿的这一身衣服里面的，是我印象当中我以前见过，就包括身边的朋友也有穿 Balmain 的衣服，他们有时候会穿非常夸张的一种垫肩在里面，其实穿上他们家的外套都会有自己的气场，对，是我觉得他们家衣服设计的很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点。因为平时他跟我说就平时他是弟弟，然后我是他的弟弟，所以就是一个新的 like whatever environment 对吧，然后他就是一个 like 好笑的一个事情，他就叫我臭弟弟，我就觉得要很好笑，如果我叫他臭哥哥就是一个 like。 我们两个一开始在创造营里面相识，然后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我知道他年龄比我小，然后有的时候我跟他开玩笑打闹的时候我就会管他叫臭弟弟，当时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就问我那弟弟的话如果是臭弟弟我可不可以反过来叫你臭哥哥，然后我说其实没有人这样说，但你硬要这样说的话也可以，然后后来他就一直这样叫我，对，是在我们比赛时候的事情，对对对，是的是的，我一直都很有孩子气啊，其实每一秒就是你看 对不对，他就是傻傻的可爱的，嗯，我一直都很有孩子气感觉。我们当时在录那个初舞台，然后他和小九站在我们排队，他在前面，在前面，他的中文当时还没有现在这么流利，然后他当时就问我就说我们现在是要干嘛，我们要录制一个什么样的环节，然后我就在那边跟他解释，然后我当时就记得哦，这个人的讲话声音比较低沉，然后有的时候就是比较严肃，没有想到后来发现他是一个比较好接触的这样一种性格。就是在创造营的首秀的时候，我们就等上那个舞台，然后他就是在我后面，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要拍什么，我们要做什么，对，我就问他，然后他的英语就特别好，可能有时候就翻译就有一点乱还是什么，所以我就问他，然后他帮我很多，对，所以特别棒。嗯，泰国的话我就要说是木瓜沙拉，去我的学校有一个店，它名字是 Sudlaw， 就可以去这个店，它是就是面，对，就很好吃。然后如果是德国的话就吃香肠，对，就可以吃这个，很好吃。北京给大家推荐，冬天的话大家可以吃卤煮比较暖和，
对，就是在可能早上起来去上班的时候，或者是下午的时候，就是尤其是过段时间十一月份、十二月份很冷很冷，北京又冷又干的时候，那种卤煮店街边的那种，你走进去里面其实全都是蒸汽，然后你首先进去就很暖和，然后你吃上一碗热热的，其实就很暖和。对，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吧。派派的一个优点啊，我觉得就是懂事儿。嗯，然后他的缺点呢，就是太懂事儿了，傻他的一个优点，其实他是一个，他去工作的时候就是很放松，但是其实他就是做他自己作业，然后他很认真。他缺点就是傻傻的、可爱的，对他比较嫌弃，但其实也不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就是他很好玩的。对 ，cosplay 一个王者荣耀英雄吧。如果是我的话，就穿一个吸血鬼。Balmain的这个鞋子 ，B ball 的鞋子，对。我双十一其实没有什么必囤的货，就我没有双十一一定购物的习惯，